是做哺乳的，哺乳都有百搭的内搭。然后材质的话，它表面有点点磨毛薄的磨毛感，很舒服，超级柔软的。废话，你看这谁家的？难怪有点那种磨毛的，然后很像那种有点带绒感的那种感觉哈。带绒，这个韩国字有看到吗？哈 ，Flash 的，薄薄的，薄薄，但是是内搭，好，可以当内搭。然后它就是哺乳衣，好，哺乳衣，内搭的哺乳衣，这样还蛮便宜，就 Flash 的。是啊，是很便宜。对啊，我开价真的都很实在，好不好？然后它的颜色，我给你看，这个是米色吧？这个是米色，下一个白色，这是白。黑色、白色、米色三个颜色，就像黑色这样，就是像如果你们搭成像我这种，就是线挡住，它直接就是像一般的那种内搭，你不用怕说哺乳衣会不会尺寸度不高，你就可以穿一些背心啊、吊带洋装、吊带裤之类，就都可以，就是可以挡住的那条线，基本百搭款啦、啊。然后像我现在就是把它打开，我的只换了裤子，只把裤子加上去。哎，真的耶。对，如果你想穿裤装的，你可以这样直接就变成一个就是开襟式这种。那我觉得看没有，这件没有这件差很多，这样就感觉好像比较素素的，对，然后好像就是没有那种气势的那种感觉。